穿。我这个结打在中间了。75米的金线，我两组一块儿给你吧。老师，我失败了。老师，我的结打在这儿了。老师，我。哎呦，这个真难呐。起来。但是我紧着已经结果了。几下，我不要穿过去啊，就直接放在这个边上，啊，直接再下去。是吧？然后再来，起来，然后拿针拿线绕几下，然后再下去。哦，我不用穿到那个里面，我刚才就穿到里面。对，你就上面大大小小的打，因为树叶本来就大小均匀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没有天赋。丞丞的呢，你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好，丞丞还不舍得，还想最后再打个圈。一片树叶，对，它还是有一个树的形状啊。现代抽象，抽象秀。林姐，范家锁。我这个结怎么打的？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结，好大呀。对。这个就是咱们。老师，我这个结好像打在中间了。就是整。对，就是有穿过去之后就打在这儿了。等一下啊，我再给它穿回去是吗？对，可以穿回去，没事，烫不烫？没那么烫。来，我们看啊，上来之后就是你给它拉出来了，所以会穿，不用绕几下之后就直接拿着这个针一起下去。一起。对。但拽不过去了，因为我把它不是没事，可以拽轻一点就可以拽过去，还是可以，就有个机会。哦，那老师我来一遍，你看一下。再来一下啊。老师，我这个真难呢。静下心来，这是要静心的事情。我现在都是树枝，还没有弄出结。但是我姐这已经结果了。长了一树的西瓜。哇，这棵树，这片树叶可真大。来，没事，不着急，看一下啊。你没有想到我们这么笨，对吗？不是，因为我也紧张。零点啊，最后一下，马上。我可以，别跳。有看出是树了吗？有啊，看出是树就行了，都是西湖边的一棵树。出大问题了，这边的散了，刚才都还行，这会儿刚出了点问题。我现在找到一点那个了，前面两个都没弄得特别好。
找到一点经验了。后面没人看。迪哥是照着老师那个技法，还在桌子上哈、啊。好棒啊！我其实哎，杨迪，杨迪真的是，杨迪你很适合绣花。我适合弄这些绣花针哈。迪哥给大家展示一下您的作品，哎、差一点点。啊，挺好的，来吧，那我们回酒店。好。